请为经文第十四篇，经文第十四篇就是诗篇第四十篇，咱三个来交读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庇护。虽然地大变动，海水野涌浩浩的拖外口，最声咱往内行，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互上帝诚欢喜。上帝踮伫遐，神一定袂摇动。在邦华外口，列国动摇。万军的统帅，上主甲咱同在。来来看上主的所作。伊压一间斩两枪，放火烧战车。拢进入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统帅，上主甲咱同在。以上，咱这个是要来看一个圣经，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24章。新约路加福音24章，咱要13章到16章。路加福音24章13节，上迄日学生中有两人去一个乡下，名伊玛目，离耶路撒冷25里。因三甲讨论所经过弄种的事，因在讨论三梦的时，耶稣本身问我，甲因三甲行16节。因两人眉目对交话入去伊，伊对因讲。恁行的是三角辩论的是什么话？因就徛伫面带忧容，其中一个名叫刘巴，因伊讲：你敢单身出外伫耶路撒冷，也毋知近日伫遐所经过的事吗？伊甲因讲什么事啊？因甲伊讲，就是那撒勒人耶稣的事，伊是先知人。在上帝和这百姓的面前所说所行有关联，也遐的这石头甲咱的石块，计送伊去定死罪，定伊伫十字架。21节，若是兵数得50000，伊就是迄个要属于以色列的。唔那呢，过这的事情已经30日，过阮中间。本来有真人，互阮真无影，因为因拍富经来到王面，无看见伊的神师，就来讲，因有看见天使出现，讲伊个话，阮中间本来人到王面，果然看见，只有有真人所讲的，总是无看见伊。25节，耶稣对因讲，无知的人啊！先知所讲一切的话，恁的心怎样？遐恶心啊！基督受这个艰苦来入伊的阳光，敢毋应该嘛？27节，就对摩西甲众先知起，既然圣经所指伊的拢甲因改变，将本所记的样式，耶稣亲像要行较远，两人中老伊讲，请甲阮大时已经晚。入尾落来，伊就入去，要甲因大30节。三角坐道的时，耶稣提饼祝谢，爬来给因，因的目睭开，就认得伊，两边无看见，因就三角讲，罗尼伊甲咱讲话，开启圣经的时，咱的心敢无热嘛？33节，就及时起身，倒去耶路撒冷，拄到十一个学生甲。当地的人组织，得讲主个人个话也出现乎西门看见，因两人也讲起伫多年所拄着的事，甲伫八饼时因怎样认得伊。以上，这个是咱来。